大家好，我是似水年华。现在啊，我们要去看一看窑洞啊。那窑洞啊，也是我的家，是不是？嗯、也是你的家。多少年没看过了？一眼没见过。一眼没见过。嗯。我有印象啊，我小的时候在那窑洞里生活过。我们一家人全部出动啊。之前呢，我爷爷奶奶他们就是上来住住，下去住住啊。但是后来因为安全问题吧，就都不让住了，所以说就只能全部上来住了。其实他们老人家还是喜欢住在窑洞里的啊。看这上面写的，采禁止采，禁止偷采，举报有奖。这里边是石榴树，大家看一下这地形啊，都是平的啊，但是突然间就出现一个沟。这以前的人呢，就生活在沟里。按理说，就这个沟的下面是低于这个就平的地方的啊。你包括前面那个房子，大家看看，就前面那个房子都是像我站在这里这么平的啊，啊，并且高度是一样的，但是这里就是很大的沟，塌了不少啊。这都是新土，因为这个土质应该是比较松吧。这个名字叫毛点沟。这个是防止它在塌。这孩子们跑就是快，你们不要再跑了，慢慢走。看看啊，我爸说这个是个李姓人家的窑洞，塌完了，进都进不去了。看看我们家的窑洞能不能进去啊？你看这个悬崖上都是裂纹啊，这里也有个窑洞，看到没？以前都是低于的这个啊，就是这是最上面的，都很低的，就因为可能塌上面塌就给掩盖住了。这边呢还有四口窑洞啊，这以前都是有人住的，这还有砖垒一下就好一点啊，坚固一些。嗯，看这个野鸡过去了，这下面还有人啊，他们是挖野菜的。看看这里也是四口窑洞，这以前有人在这边养殖啊。看这边筐什么的，这是后来的啊，本来是人家家在这里住，后来这废弃也没有用，就放点筐，估计养鸡的吧。那扒的是啥东西啊？野菜哦，摆好。嗯，这就是盐菜。那是自己吃。嗯，当盐菜吃。中。干啥的？摆好。我这弄啥？那不是盐呢？嗯。我看这啥东西？不卖，不能这个能吃的摆好，可贵呀。我看看。哇，这么多。嗯。银秤这样。啊，趁着正月阴沉的也好热就不行了，趁着这长出来就是阴沉。嗯，阴沉是啥东西啊？在三月就是枯草。有，有啊。嗯。长白毛了就叫白蒿了。你看它到时候它长了它不管用了。白蒿也就买了一片。那个东西不知道干嘛的啊？那是阴沉，干嘛的？嗯。了解一点皮毛，就是一种中药材，茵陈嘛，人家一般是孕妇喝的，泡水喝。嗯。然后它是孕妇喝了，孩子生出来不会得黄疸。那，就是普通的药还是名贵药？普通的是吧？你看满地都是，应该就是普通的嘛。但是我在街上买的时候，它会卖的比较贵，它大概卖15块钱一两吧，这种湿的。湿的。啊、嗯。回去熬水喝是吧？熬水喝也可以，就是普通的熬个水喝，也就是清凉去火嘛。然后有些人还说把它河南嘛不喜欢吃那种蒸一蒸吃嘛，拌点面蒸蒸吃。嗯，明白了。朋友们，我看到了啊，那里就是我们家啊，那四个窑洞。这之前我记得应该是几年前吧，我来这里的时候全都是密密麻麻那种树啊，就走都没法走，现在也不知道咋了，都成平的了。这个是什么东西啊？石墨。对，是石墨吗？我们那边是石墨。这个也没用了，这个圆砖，快卖圆砖。那个圆砖石墨，那前面还有圆的，看到没？那是石
这个我现在网上有人卖呀，好像。看看这个东西，这纯石头的，圆得很。到了啊，到了，塌了。圆圆，咋了？这就是你的家啊，知道吧？这是你的家。我记得小的时候我在这里边住过呢，窑里住过。这如今已经破败不堪了。这没有家，咱们回来这里住也行，知道吧，圆圆？啊？你。妈，你结婚时候就搁这窑里结的婚？啊，嗯，是81年吧？81年，40年了。嗯，这个日子是不会忘。腊月25给你爸我两个结婚。咱们进去看看啊。这个目前看着还是保存的不错的。这我妈当年跟我爸在这里洞房花烛。哟，这里边。你看这个缸，这还是进水了，并且进泥了。之前发大水的时候，去年的事情。这里还有个老桌子，然后这边应该是个窗户还是个门也不知道。这就是窑洞啊，朋友们，窑洞。这是个床，这也塌了啊，从这里塌下来的。现在呢，去看看我们那个主窑啊，就是客厅类似的。走，你进去了吗？这就是做饭的窑洞。进去看看。哎呀，哎呀，进来了。天天做饭就是这个灶，在这里做饭。看这还有煤，是不是啊？因为我们吃饭就在这儿，嗯，咱这药还可以，没有塌，还不错，嗯，不错。这里面是放了一个床。咱们进里边啊，这是个隔断，这里边是纺窗吗？嗯，这也是窗吧？这也是窗，这里能睡觉。啊、嗯。这边原来是一个木床，啊，木床，这是铺一个褥子，炕子也能睡觉。嗯，窑洞看着你看砖也挺好的质量。对，这边已经塌了啊，下面都是你看看这么大的。这上面就能放东西，这家里面的东西。嗯。下面弄个台，那时候都可漂亮了。对。这大水灾就这样。看着不错。这些瓶子都是我爷爷奶奶那时候喝下的，这是酒瓶子，可能是。这啥的？这也不知道啥瓶子。这估计是农药瓶。酒瓶子，哎，就一直放这里吧。这弄个门帘一挡，里面就6.5。来，进来，圆圆。进不来啊。慢点。慢点。出啊！不要。哎，挂的帽子。哇塞！我知道帽子要挂我。以前的我没少上这个炕，这个煤，煤火台，冷了就上那吊，操操手暖暖。嗯。搁这吊走走，翻会儿水。嗯。一切饭就指望这个生活。为什么上那烧饭去？太冷了嘛，上面铺个小屋子。那不是装饭的地方，可以睡觉的里面。那咋装饭在哪装饭？这就是一个灶。我记得以前回来的时候，从青海回来就太冷了，就坐着这上面暖和，是不是嘛？嗯，对。你说这里头还能睡觉？对，那上里面那个铺盖，还可以睡个人，晚上动都不行嘛。就收入这个炉子，嗯，这是做饭的，
那时候调料都买不起，还就放那那个盐，吃油都是几滴油，就那样，煮熟吃吃饿不死就行。我媳妇儿说会不会有油，我妈说就根本没有油，那是啥时候的事儿？我是81年结婚的呗。八几年的时候。八一年进到这儿了。五年之后那就上去改房子了，是不是？我还在那个南湾还做衣服做了几年了，还五年。6-7年了吧。就跟这住了。嗯，就在那一窑洞，我反正我在这也睡过觉。太冷了，受不了。那窑洞不是冬天暖和吗？就那也冷啊，冬天的时候这炉子都舍不得用煤嘛。它就哪有热气啊，就这个不过有点热气就躺在那睡觉。对，你看这上面还有个这个，这是干啥？这是电线。照明线啊。对，电线啊，以前都是用的灯泡嘛。这不行了，这是泥生泥。这是浇泥的，那时候全部浇你的，就光一下，就是这样的墙。这就是下大雨成这样。就是这样的啊，光光的，上面是挖出来的，一道一道的，这里就放点东西。这上面这个钩是挂过那个篮子放馍馍的，做成馍馍了放在上面吃了，取下来。有老鼠是吧？放到这上面干净。这下面窑洞有老鼠吗？耗子。行，你看这里也是放东西的啊。就这地方放东西。这里边没有砖，就是这门头啊灶，然后开的这个隔间有砖，走吧，出吧。慢点。